网络曝光时光音乐会二第十期将举办周深专场，第十一期田震专场压轴。周深专场也来了两位新的飞行嘉宾，分别是容祖儿和黄绮珊，而不是之前所传的杨幂、朗朗、毛不易。同时周深专场的歌单也爆出，田震演唱《肉丝面变丝面》，这首歌曲是周深在2021年河南卫视中秋奇妙夜中演唱的一首歌曲，阿杜演唱《触不可及》，这首歌曲是电影《触不可及》的推广曲，孙悦演唱《不想睡》，这首歌曲录于同名专辑《不想睡》中，胡夏演唱《水形物语》，这首歌曲是奥斯卡最佳影片《水形物语》的同名推广曲，容祖儿演唱《化身孤岛的鲸》，这首歌曲是2020年周深发行的一首歌曲，黄绮珊演唱《生活总该迎着光亮》，这首歌曲是电视剧《乔家儿女》的主题曲，歌曲的风格很适合黄绮珊，相信黄绮珊会带来另一种高音之美。其实很多人对于周深的了解还是那首《大鱼》，周深大概率会把这首歌放在自己的专场进行首位演唱。